我小运动会的趣味竞赛，你的多啊？所以大队接力不算，大队接力不算，那不叫那一定要趣味，趣味。大队接力也算，我应该说丢铅球那种不算，对。我想没有，我想没有。我想说丢铁饼，有。老手，我们的香菱先说，两人三角，两人三角有，两人三角，两人三角怎么样？等等，要比动作。 这不是吧？那是白板。两人三角，你接力，接力，大队接力。我讲了大队接力，是大队接力，跳绳。不，大队接力就要个动作，好不好？大队接力，好，接棒，接棒，接棒，接力赛，佳琪，呼啦圈，哎，是有，呼啦圈接力。 对，好，跨马步拔河，班级的比赛，很多哎，躲避球算不算？也算，趣味竞赛，那个骑马打仗，江南 style， 骑马打仗，有，小时候骑马打仗，背着，背对方，对啊，好多，8个小时，对，阿炳，还有那个穿一个布袋，然后要这样跳，带薯条，拿个米袋。 带，我真的很累。好，我带薯条要这样子哦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带薯条要这样子哦。好，骑马打仗要这样子哦。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来拍一个魔王谁？我来。小松，先让他们骑马杀一半。杀一半，一个都杀不到了，杀一半。杀一半，其实蛮多的哦。想一想，小松会做什么哈？来，准备，一样不一样 ？Ready， Go。 推大球，是不是？推，快！你推，给我来，推过来，推过来，推过来！我接，无聊啊你！接力绝大球啊！飞大球，飞大球，我很累，很累，很累。动作摆好，动作摆好。好，消防员，没有啊？是，来跟我一起拉，一起拉，往后拉，往后拉！一二三，拉！一二三，拉！一二三，拉！推大球，推大球。 哎，拔河，我们台湾的女子都在得过什么世界冠军？金美女中，对，是不是？拍成勇气那部电影，拔河是不容易耶，很累呀，志气不是勇气，志气。哎，以前我们小时候拔河，那拔的手都脱皮啊，因为拔的是绳结，整个裂掉，裂掉，裂掉，那个长，那个像麻绳啊，麻绳，推大球，对，哇塞，这搞不好一个就上来，推大球，推大球，大波到了，大波到，没事了，后面推大球一到一就是一箭双雕啊。 什么？哦，带薯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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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薯
那没得改啊。对啊，王淘汰一位。你豆花妹这么多可以做，你做什么？要球的话，刚好就抓两个。球的可惜哦，两个好险哦，哇，好险哇！来来，昌明哥哈，哇嘞，剩三个，剩三个了啊，这么多，来准备，压力大，一样不一样 ？Round two, ready, go！ 加油啊，我队友！这什么看不懂哎？跳上来，快！跳上来，跳上来，快快快！快！我不后悔，滚！不是你该表现的是骑猪打仗。火力很重哎！我们头上啊，上面那个要绑一个那个人，我多仁慈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都不好意思上去。应该是你上去比较轻吧？轻一点。骑马打仗，骑马打仗，对，接力赛，对，赶快，好，赶快，哎，接吧，还没有，还没接力啊，还没接吧，还没接吧，你要握紧啊，你要握紧，接吧，走，在哪里啊？你要跑啊！
接力棒。接力棒，对对对。照对接力。有拉圈，呼啦圈。呼啦。呼啦圈不是呼啦圈啦，这个是什么姿势？你刚讲的骑马，哦，这样骑马打仗，看到没有？骑马打仗，对呀，骑马，骑马打仗有人刚刚没有，刚才讲就是骑马舞啊，受了，我们刚前面说是你弄错了，对呀，是你的姿势不正确，对啊，我们刚刚讲说骑马打仗是什么表示？他说是这样子的表示，是这样，对，这过程看一看，哇，还好还好，没抓到，没抓到。奇怪，怎么会？我们这骑马打仗，怎么会抓到？骑马打仗抓到一个，耶！好厉害，一个让我淘汰两个了，好吧？来，加油了，动手交换。不妙，刚才的国小运动会的趣味竞赛那么多，就死两个，莫名其妙。通常我们在这五六个、六七个这样的，因为选择性不多，容易踩到。十几个还被抓了两个，哇嘞！来看我们也能抓两个回来，好不好？补一下，题目是迎娶的习俗。哦，习俗。这边有结婚经验的只有两个，有些人知道，有些人不见得会知道。那我们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从知道，而且古跟今又不一样。我们尽量讲一下大家所熟悉的，对不对？董，你先说好了。迎娶嘛，就是要娶的时候喝甜汤啦。喝加营养汤圆嘛，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女儿拜别父母的时候要喝汤圆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丢扇子，哎，还有新娘上车回头把一把扇子从窗户丢出来。哎，我姐结婚的时候就丢扇子，我去捡那个扇子。哎，扇子什么意思呢？坏习惯丢掉。对啊，坏习惯丢掉。然后妈妈呢就泼水，嫁出去女儿泼出去，泼出去，泼出去，泼水也有，不要随便回来。所以泼水也有，慈善泼水是一个。那这个是扇子哦，扇子他们是一组的，哦一组。这两个活动是一胚，好一胚一胚，丢扇泼水哦是一胚。好好。你弄砖破瓦，在家过火。哦，那是从牢里出来吧？啊，是猪脚面线吧？有用砖，哎呦，有柴瓦一样嘛，对，有柴瓦或者是过火，过火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。你滚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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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钉床，洞房花烛也两个都会滚得很厉害。不是吗？是找一个小男生，是不是？哦，小朋友。是为了要生儿子，要一个童子啦，就叫翻铺啊，童子，哎，一个童子。哎，我以前还真的翻过我舅舅的那个床，哎，他结婚的时候，他生了倒霉的子，他倒霉的子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生了八个女儿，对不对？他生了一男一女。哎呦，而且一定要是童子之身才可以去翻呢。我那你现在不能翻了。那你是很三十年前翻，五十年前翻的。太坏你！我很久以前就不能翻。他翻过那一次，他就破局了。我再也就没翻过。还有一个刚刚大家没有讲到的，其实讨喜对会出难关啊，过关有没有？伴娘会过关的，要他呢，要跟人家迎娶的话呢，讨喜，人家讨喜，然后要给他难题啦，收集286个什么的一块钱硬币，伴郎伴娘在玩嘛，哎，在玩这个讨喜，讨喜，还有拜别父母，拜别父母说得好，吃汤圆，吃汤圆了，差不多了啦，就这样了，好不好 ？OK 了哈。派个魔王出来，那个好不好？你吗？我来了。哦，就他结婚啦。就我结婚啦。对呀，我用那个 sense。你先把豆花妹放在哪里啊？我还没结婚。没有吗？你还可以滚床吗？可以。好。好。他为什么容易就跑？他是随性，他女佣跟不跟可以啊？对，不表示他不是哦。他说滚床很简单吗？你可以滚吗？不聊滚床干什么？你现在在约我去滚吗？哦，你家有人要结婚吗？想要找侯昌明这位，我来。好，台湾迎娶的习俗有很多，看看我们今天会做哪些动作。预备 ，Ready， Go， 起来。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一个一个来哈。请问，开始演出，预备，开始啊。就是那个米筛嘛，然后这个新娘就这样。我在演啊，制作单位叫我演啊。来来，去示范一下新娘，来来来。哇，我还没来。来来来，小哥，小哥来，小哥来。小哥跟我来演，小哥跟我来演。你跟小哥演，你跟小哥演。啊？你跟小哥演来。那小哥就演媒婆吧。
你真的把他看走了。钱七娘，你看，你看，米三，米三，来个钱七娘。不要手机掉进千金娘，我有我的戏。已经示范过了，而且二十位怎么样？刚从那里车出来，有没有？对，那高度刚刚好。一定要牵出来，你看，你看，看，来哪个？哎，你的老天啊！不是要演吗？什么？这样很热。好了，准备开始演，预备。是什么？十八岁的假的，以后你要给我的钱直接回我户头就好。拜别父亲了，这样子爸爸怎么舍得你走呢？一辈子都没有对我这样子过。你可以让我了解一下，你这个演出的是爸爸还活着吗？爸爸还活着。最难过就是爸爸，哎，会哭哎。结婚那天最难过就是爸爸，跟爸爸最贴心，是不是？哭最惨。女儿就是父亲的上辈的情人啊。对，你要知道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么跟他在这里。不要这样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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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里，不要在这里。爸。哎呦。我差点踩到你！拜完爸爸该走了，不要再拜了，不要再拜了。先放手了，先放手了。来来，先滚了。陈意如什么不学，学在干什么？不行，趁人家走。好了，各位，他应该已经快睡着了，各位关心一下。在干嘛？准备听到收音开始演出。早生贵，他在告诉大家他可以滚床。男生才能滚，你还可以滚床哦。我可，那男生才能滚。谁不会滚床？你想弄我？不想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什么时候看出来的？哎，你很爱我，聪明。这样子。他这样子，他讲的是黑话，黑话，他说哎，行话，他讲的是行话，他讲的是弄我，对啊，找人找人弄我，哎，对，他讲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对，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发现他想，他想弄你？他想弄我？现代，他没有别的意思，真的吗？对，翻覆，翻，翻覆，翻，哎呦，钓鱼，钓鱼，钓鱼，毁了，这个应该就是。拿米塞，你知道拿米塞对不对？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什么？快到了是吧？快到，好好来喽，来喽。放鞭炮。放鞭炮。我给你机会转都不会转，好诚实的，再我一次，再我一次。来，好，什么？来，准备，开始。来来来来来。我们家自己啊，唱歌。好，是这女生啊，这女生在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刚才是要找人去躲雨的，白痴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我当初没有这么做过，叫你手都会转。好，恭喜，耶，绝不怕，耶。来，要不一样，第二次准备 ，round two ready， 来。小东，好，准备，准备，开始。哎，老师，你可以给我那个《百浪滔滔》我不怕的音乐吗？百浪滔滔，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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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在迎娶的门口那么活泼的？谁说？有啦，有谁？因为有人比较怕怕。不是，你不知道吗？他里面刚刚不是有一个吗？要讨讨什么讨喜啊？他说有什么做什么动作啊？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讨喜，讨喜。这底下有个火炉很怕，过火，过火。哎呦，过火，过火。好，预备。我的女生预备。一下二上，一二，预备一二，本来要做一百个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坐在你身上做五个就好。一二三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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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小心，哇塞，你又差点撞到，哎呦，你起不到飞镖了，乱做，
不是，其实感情是你没做好，不是到起不来。你以为你很轻啊？我知道。真的吗？讨喜，一点都不讨喜，一点都不讨喜。刁难新郎是吧？对。好，开始。白浪滔滔，波浮浪，将起舞。三个一起讨喜，过我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一样，弄脏破瓦，再加过火。好，来了，各位小心，预备。妈，你不要忘记我，你不要忘记我。你怎么把你爸往外赶？你把你爸往外赶嘞？他在泼水，泼水，泼水跟过火，我刚才讲。妈妈说你不要忘记我，是不是？不要忘记我。是妈妈说的。是你泼吗？不是，是妈妈泼嘛。你泼你妈妈干嘛？不是，你要讲女儿泼出去水，家事自然，以后都不要回来，一辈子不要见到我。你泼你妈干嘛？那我妈干嘛？还演妈？要演妈才对。哎呦，哦。过火，哎呀，不得了了！哇塞，厉害了！白浪滔滔来喽！预备，怎么看你怎么掰啊？白浪滔滔，呼呼！哎呦，哎呦，不是，你过火为什么手会烫？喷上来了！哎呦，那么厉害，那演的不好。刚刚你应该这样子，来点火。哦，着了。先点要连呐，对啊，点火是为什么派他？你们为什么派他呢？想说他们也很想要有经验的经验都没中，我们那么高，一个都没抓到，结婚的经验没有抓人的经验呢。啊，高一声 pass 了，耶！好好，双手交换，哇塞，我赢输了，4-2，哇，你们这起码一定要全数过关，一定要对，要全数，对不对？才有机会啊。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这题题目什么哈？硬币的用途太多了。硬币，我们有没有规定什么10块或1块呢？或者都是硬币啊？都是硬币，都是硬币，都是硬币哈。来，硬币，硬币。硬币呀呀，硬币，硬币呀，硬币呀呀，硬币，硬币呀，硬币呀呀，硬币，硬币呀呀，硬币，硬币呀呀，硬币，硬币呀。不是，这有点像我们在什么，在天主教、基督教有没有？有时候吃圣餐。圣餐。硬币呀呀，硬币，硬币呀。哦，好，先咬一口。但是我们要讲一下硬币的用途。来，香菱，开厕所的门，开厕所，哦，对呀，为什么开喇叭厕所？开喇叭锁，因为厕所开厕所，因为厕所比较多是那种喇叭锁，喇叭，哎，喇叭锁，好像有时候呢，像那个50块的不见得可以开哦，因为太厚，真的，太快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大概是那10块钱的，那个厚度还可以。你决定命运啊！哦，超完整面反面人头没有，人头还是对，还是10元对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呦！来，佳琪，还有什么？许愿，对，许愿，许愿这样子，许愿这样子，好不好？然后刚刚硬币，好，命运机会啊，例如。刮痧，对，刮痧，然后 hold 住肩膀，刮痧，刮痧，会用钱去刮，刮痧，钱啊，砂石啊，有人会拿，刮痧太钱太痛了吧？有人用，因为太，如果你没有勺子，只有一点硬币，很紧急的时候，紧急的时候，嗯，小松，刮这个啊，刮刮乐啊，哇，中了，刮刮乐，那个人眼睁比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啊。刮刮乐，对啊，刮刮乐。其实是硬币最厉害的用处在什么地方了吗？是，把它打开，蛮好吃的巧克力的。我讲硬币啦，这蛮浪费的，蛮好吃的。不要，谢谢，不要。差不多了吧？最重要的是硬币可以拿来买东西，都不能讲。会拿来打电动，有没有？投币那个代币打电动，对不对？打电话也可以啊。哎，以前1块钱一个打电话，所以那打电话消费这也算消费吗？消费算一个，好不好？消费，消费算一个。我们模仿派谁？我，玉茹哈。玉茹，来，请就位。加油！来，准备。一样不一样 ？Round one, ready, go。
这什么？哦，存钱，硬币还在存钱，对不对？这个角度对吗？哎，打电动。哦。哎呦，在洗澡。哎呦，我来了。哎，喇叭锁。哎，喇叭锁。哎，真的故意想让人家一起洗的嘛？嗯。这个家里面浴室会用喇叭锁，是故意的。故意暗示嘛？哎，是不是？我们家用的是喇叭锁。哎。对，帮忙一下。哎，帮忙一下来。手放上面。钱先，这一期大乐透会出在台北县的哪一个开奖券行？那你有没有？哎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台湾最北端呐，基隆哎。基隆啊？台北的哪一个？台北基嘛。台北基。钱先，拿来占卜。钱先就是游戏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是真的。有一次我问他真的上升了，好可怕！我在玩的时候他突然就你还在吃啊，你还在吃啊，你妈好吃啊！我有次请他来，我跟你讲，请到不好的钱先很可怕。问他一个问题，他突然疯狂的乱跑，旁边的朋友都吓死了。哎，小郑，到底问钱先什么问题？他怎么这样疯狂乱跑，已经失控了？我说你，我问的钱先的问题就是说。动画面的联想 Tempo 初体验被小钟害惨啦！请你听我这样说，轻轻一拨就不见了，完了，抓来抓就掉，完了，大卫像下雪，完了，完了，我的看法跟他们一样。快帮豆花妹想想答案吧！天才冲冲冲有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一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并上天才冲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！